Hello， 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K， 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 Monstrum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要在怪物与凡人推出 Monstrum DLC 之前，来体验一下 Monstrum 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，或许能顺便来理解怪物的能力是怎么样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开始来这个游戏吧。这边有个实验室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啊，类似一个档案柜的感觉啦。OK， 好吧，目前应该都是空的啦。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直接 New Game 吧 ，Let's go。按下 Tab 可以来看一下目前的那个目标啊，我在哪里？我到底在哪里？现在目标是找出我们在哪里。哇塞！按下 F 可以开门。哦，到时候会是在这样的船上面吗？我记得这个游戏是在船上啊。这什么东西？我们应该先出去吧。按下 Ctrl 可以躲在这个什么床哦。按下 Ctrl 的话，我们可以蹲，然后如果直接走进去床里面的话，可以躲起来哦。了解，了解。这什么东西？这里有很多柜子。啊，荧光棒。按下 F 开门。哦，亮多了，亮多了。刚才有个黑的。按下 Shift 可以跑，收到。Oh my god， 灭火器。What？这个声音好耳熟哦！玩的怪物应该知道我的位置在哪边。先离开吧。哦，这真的是在船上面呢！哇哦！所以到时候我们在黑暗轨迹当中所玩到的地图会是这一张吗？我记得那时候看官方讲说是在一个什么什么船上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我怎么躲进来了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吧？一艘船，我该如何离开这里？我们必须找到方法离开这边，最好四处看一下，好吧？这应该不是提示啊。哇，到时候哇 ，L8247， 我们可以直接离开吗？这是我们找到的一个逃离方法。我们必须找到钥匙，可能在那个什么柜子里面。Oh my god， 我们还需要切断什么电线，然后找到燃油的帮补，然后解开这个。飞机的门啊 ，lock， 这飞机还有锁啊。然后我们还需要找到东西，把这个线剪断。蒸汽控制，这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的猜测应该是可以防止怪物啦。哎呦，被扣血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们要找钥匙，可以剪线的那个应该是油压剪，还要再一个那个什么燃油。先找钥匙好，钥匙可能比较简单吧。哦，钥匙，这个是燃油吗？不是。哦，这应该都不能，哇，这都可以开啊。钥匙会在这个里面吗？这里有这个这不能拿。它钥匙可能会在那个什么抽屉里面啊。应该不会在这边吧？这可以开吗？吓死我！我想说这么细也可以开啊。油压剪拿到 ，OK， 我们先上去吧，先上去把它剪掉，来呗，来呗。到时候就拿到这艘船上面收集水晶，哇，感觉蛮有趣的哎，这个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把它丢掉了吧？可以了。有，我们目前完成的第一个剪断这个什么电缆，你还要找到燃油帮补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切到另外一侧，手指哦，怪物在那一边。我们先下去，我们先下去。他现在走上去了。这边我们开过吗？哎呦，什么跟什么啊？在哪里啊？这里能开吗？这好像打不开，哎，这艘船怎么这么大、啊？这应该是二楼啦 ，Desk Two。哦哟！我被蒸汽喷死了吗？啊，只能重新再来一遍啊！哎，有手电筒哎，这一次啊，然后这是什么打火机？等下，这游戏怎么这么多那个啊，有的没的东西？看来这一轮应该比较顺利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个保险丝？我就直接跳海的话，风险太大了啦，应该水的温度会过低吧？
怪物应该还不会出现吧？现在怎么这么多一样的地方啊？这个游戏其实也很老啦，算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恐怖游戏了。这也没有，这种狭窄的地方真的很适合拿来收集水晶啊。OK， 哦，燃油，有了，哦，好黑哦。我觉得荧光棒比较好用，荧光棒比较绿，然后比较好照亮吧。啊，一望无际的大海，美丽的星空。然后再来就是要找到这几个东西啊。我看一下那个燃油用在哪边啊？燃油，你确定这个飞机能飞吗？哎，我被盗油啊！哎呦，等等哦，燃油到底到哪里啊？是这个吗？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他是直接倒在这个里面？我就不能空手吗？所以我还要找到一个可以来倒油的机器哦。他不让我按呢、啊。哎，有了，这到底怎样？这到底是不是帮他加到油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先丢着，我们换一个方向好了。对，这边都来过了，四楼真的都来过了，我们去翻三楼好了。哎呦！哇！稍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No！No！ 哇，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很像是这艘船上的另外一个生物、欸，哎，是我们之前在二代使用那个人吗？那个是什么 ？A 什么东西的？忘记了。Elgorfish， 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我记得我们之前在二代用了一个很像是野兽的生物，然后它可以爬墙，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那个啦。这地图是随机的哦、喔。这个是几楼啊？三。我们这是在三楼重生哦、喔，我们这是从一楼先搜啦、啊。哦，你们是这艘船，一楼看起来比较……啊，等等，这个游戏该不会离开的方法不止一种吧？哦，他是不是卡住了？进不来吧？哦，他进来！哇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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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哎，真的是把那头扭掉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要给他做实验？哎、欸，我在想什么？我们今天应该是没办法玩到搭其中一个离开了。我们今天就再稍微来体验个一两次好了啦，看看这艘船到底还可以多诡异啊！里面到底有几种怪物啊？这个是五，那所以每次船的高度也不一样。六，那这里好像有一瓶可乐吧？这还能喝吗？这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哦，是制造声音来吸引他的啦。六楼是怎样？哎呀，为什么怪物会有监视器啊？哎，不对啊！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有监视器。监视器并不是怪物的，好像是这个船本来是拿来关犯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不是有 prisoner 吗？所以原本可能是拿来关犯人之类的吧。然后我们可能是犯人吧。然后看到我们，然后就开始叫了。谢谢哈，保安系统。哇，这边好多奇怪的东西哦，永远都停在11:45。怎么又来一个？通风口不能走。这是厨房。好多杯子哦，先不要拿好了，好浪费空间。快的，不要。那个是 The Fin 吧？哦，躲起来啊！这不是可以躲 ？What？ 怎么不让我躲？哎呀，你哪位？你哪位？变魔术是不是？哎呀！哎，这游戏真的不错哎，它每次
东西都是随机的，还蛮有趣的啊。我们现在遇到三种怪物，一个是长得像异形的家伙，然后一个是 Brute， 然后刚才那个是 The Fiend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款游戏先体验到这边啊。那如果你们喜欢，想要看下去的话，那我再做下一集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观众们，那我是 DK， 那我们就在下一部影片见喽 ，Peace out。